蔡大哥又送你一箱冬季的芒果。什么送我一箱？他知道你最爱吃芒果，新加坡人就是爱吃台湾的芒果，而且以前夏天是吃艾文芒果，现在冬天可以吃冬季芒果。That's right。卓安娜，这个名字有蛮女性化，我喜欢。你看一下哈，这个是今年的怎样？来来看，哇！芒果可以做很多料理，对不对？其实芒果入菜不错，你看芒果冰沙、芒果布丁、芒果糖、芒果冰淇淋、芒果冰淇淋。但今天我们要做芒果虾船。哇，这个就是糖花，越多这样子就是越甜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个熟了吗？你帮我看。这个有糖花出来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先冲一下水。OK， 然后呢？就是要加这个盐巴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哈可以降火气。人家说爱吃甩呀，吃芒果很好，可是它容易上火。所以我们加一点盐巴哈，其实它会从皮的皮进到表面，有点啊，有点很 light， 不要太咸，好，然后它就可以降火气。OK， 今天要做什么料理啊？你说。啊、对呀、啊，我要做虾。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我要用芒果做一个虾船，帮我找只虾。高档的芒果要配高档食材。好，给我虾子。谢谢。真是的，碰到好的食材都忘了到底自己要煮什么料理的。好，不过真的是，你去做烧沙吧。好吧。所以先看我今天怎么虾，怎么虾？耶、yeah ！哇！啊，鲈虾，海鲈虾，这新加坡，这新加坡的那个对。有没有？是我们回新加坡吃这个。新加坡很多那个海的鲈虾、然后呢，这个是明虾啊。OK， 好、哦，那我们今天刚好因为有两种不同的虾哦，我们来做一个哈、虾船。我们用这个虾子啊，因为这个刚好换壳，它壳很薄。好、哦，我要把它剖开，把那个烧沙可以浸到里面哈、OK， 然后这个我们来做一个虾球啊、有听过凤梨虾球对不对？还有没有听过芒果虾球？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不炸、不炸的虾球 ，OK？ 好，先来处理虾哈。那虾如果说你没有马上吃哈，你先把它冷冻，然后不要前一天解冻，因为虾比较快解冻 ，OK？ 像这个明虾哈，因为我们要做船，所以我们要给它坐着，所以这个有脚是站不住的 ，OK？ 我们都修好哈，不要泡水，然后等一下再用柠檬洗一下，然后这边尖尖的都要剪掉，才不会伤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修得干干净净。因为芒果有点微软微酸，那我们要搭配有脆的感觉，所以沙沙酱里面一定要有苹果丁。然后芒果等一下再切哈。对，芒果要教观众怎么切才不会浪费它的肉。所以这个虾球我们不要有膏，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剪下来，我们不要有膏。然后因为今天的虾球也不要有这个尾巴的壳 ，OK， 所以全部呢。拿起来 ，OK， 这样子，连这个尾巴的肉啊也是很好吃啊，不要浪费。哦，因为如果说你用拔的哈，你看哦，如果你用拔的，你就会看到有膏在这边，然后你的芒会弄那个芒果好像有点这个比较腥，所以你一定要把，因为虾头哈，你去熬那个虾汤有没有？其实它很甜，那当然不是要常常吃。因为虾头怕胆固醇过高，所以这个虾哦，海的虾啊，它特别 Q。可是如果说你解冻 over 的话，海的东西啊，容易有 ammonia 的味道，好，所以呢，一定要不要给它泡水解冻哈。那你会看我放在冰块哈，保持它有一个一定的一个温度。哇，看你处理虾处理这么好吃，我的沙沙酱要调好一点。你看在家有没有哈？真的处理食材哈，完全哦，我们是每一个步骤要考虑到它的那个新鲜度啊。然后呢，在挑选的时候哈，你已经是挑选大小，比如今天我的明虾是一个100 gram， 好，这个要马上进到冷冻库啊，就把它冷冻。OK， 那我这边呢，放一点柠檬皮。现在再来冲，不要泡水。那因为你放到水里面哦，它的水马上急速的冰，所以它会把那个甜分锁在里面。OK， 然后马上起来了。尤其虾仁哦，千万不要泡到水里面去。OK。那这个呢很简单，我们就是哈、那个虾球的话要有点裂哈、
所以你这个裂的时候呢，这边比较厚的地方啊，我们裂到三分之二的深度，留三分之一。然后这边呢，因为比较窄，所以你裂的不要太深，那你的尾巴就不会过手。我现在这边哈，已经把苹果丁、小黄瓜丁，还有番茄丁，所以接着呢，沙沙酱里面一定很重要，有一个罗勒叶，罗勒啊 ，basil 的丁，我把它切下去。Claire， 你这个要怎么办？你的虾船，我要先救。有啊，我们要用壳保留肉的甜分，从那个这里，可是要很厉害哦，脖头要保护住。然后我们先剪一下，再来。当然你的刀如果够力啊，直接一刀下去 ，OK。再给它翻开。那这个膏就保留吧。对。OK， 那你放的烧沙要多深？要让我够放那个。你这边要给它打开吗？没有，我这个是对。要吗？这边要给它打开放吗？要，不然你打不开肉啊。通常如果你胡椒盐你完全不要打开，有没有？你会吃到整条啊，像龙虾 ，OK？ 明虾的口感就是这样。那因为今天是水果来搭配，所以我今天就不腌葱姜蒜酒汁了。我的 mango 会最后再放，所以我调好了基础的沙沙酱啊，这个时候这些已经东西都 mix 好了，我就会加一点那个橄榄油或者是酪梨油，再加一点枫糖就好了。我就完成我的沙沙酱了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厨房的东西啊会比较买不完的。你看妈咪，你看连剪刀啊，这个是刚好这样按照那个虾的那个卷度会比较好剪。好，那这个虾我先把它完成哈，很简单，我们来一点黑胡椒撒在下面。那这样子的话哈，它其实不会太辣，因为它有一个膜保护它 ，OK。可是它的香气会呛进去。你给我一点纸巾，我要让它干一点哦，去干烤。因为我今天不加油来干烤。OK， 那等一下，我这边里面还是要呛一点芒果香，所以芒果。所以那另外给芒果的。对，我先来一点盐，顺便也给我一些。你不要太早加，太早加会出水。好，稍少会出水，等你要 serving 的时候再来加哈。OK， 那我现在里面你可不可以帮我放一点 mango？ 来吧，那你切要接近，因为它的这个很薄，它的 seed 很薄。我通常是从这里接。你这样子切哈，因为你 seed 这边比较看得清楚啊。没关系，你从底下，我从上面。那你的肉会比较多。因为你看，你已经切到纸啦，对不对？我也是。OK， good。我不要太小丁，你要稍少要小丁。我稍少要小丁。我这边放在中间，我要有一点 medium size 的。因为那么好的水果有没有？你不要摸来摸去，你这样子有没有？像莲雾也是。然后你就把它翻上来。OK， beautiful。然后我们就那个切水果比较好，很小粒，哇，好美！可是哇，你看它的肉好结实。好，那我们就切下来，有一个 beautiful 的碗吗？好，那你看都完全不会碰到。等一下边边的小的给你做烧沙，这边比较小。OK， 那我这边要 drizzle 一点，很奇怪哈、哦，这种一定要一点 lemon， 它会更甜。你有点 lemon juice，OK，、okay? 好，我们先做虾船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这个芒果 very good， 那我干脆吃下去。丢，又甜。讲到大家都在流口水了。Good， 虽然它这个还没有完全熟，所谓就是说不是很熟，可是它有另外一个，真的就是吃起来是有吃到台湾所爱的香气，可是肉是有果肉的，好吃。现在你在弄那个 mango， 对，我这样子会把
那个芒果香气啊烤进去。等下烤之后，我们最后才上那个再上那个烧沙。好 ，OK， 我完全干烤哈，不要有油 ，OK。你马上会闻到哈那个胡椒呛下来的味道，因为胡椒在下面。这个就是像一个 boat， 一个三板 boat 虾。那是三板 boat。三板就是三板呢、啊。三板。三板。三板船。三板船啊。OK， OK， 我们啊，因为有打开哈、哦，所以它不会那么久。我们先给它五分钟，因为没有用油来烤哦，会很清爽。好，如果说你的烧沙配这个，然后一些生菜，你会想吃什么煲呢？对，有虾的优质蛋白，然后有水果跟不同的一些沙拉在里面当中哈，要有一点 toast 吐司。好，完全西餐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帮我打蛋。那我们今天就用那个蛋士力。那有时候今天的这个哈，好像是 French toast， 可是呢，我加了一点鲜奶。那我不加糖，因为如果说要甜的人，最后你可以加一点那个枫糖浆淋在你的那个 French toast。OK， 好吧，那我们来打一下，它会有一点甜度在你的这个吐司上。那一般 French toast 外面喜欢哦，加奶油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加奶油的方式。OK， 可以了。你给你加啊，我来切吐司哈、哦。那今天这个吐司做方块的 ，OK？ 那去皮吗？不要，要带皮啊。要带皮，好。其实皮 QQ 好吃。对。那你这个，我们用一点好的 olive oil 来煎这个 French toast。我们现在用那个375度，芒果下了吗？下了，我把它拌匀。下了哈、哦、，OK。那我们得用芒果来取代它的那个。一般我们用这种 French toast 会加一点糖，因为有芒果的甜度进来，我们就不再加糖。OK。好。OK。OK good。那我们就是给它进去哈、哦，大概给它裹，你不要说马上下去，这样就裹不到什么。能够好，这放半杯能够的香气好足哦。我们现在用好的油哦，要记得要下东西才来下油。那如果你喜欢多一点点的味道，你当然可以还放一点点蛋液在上面。再来，再放，你放一点蛋液哈，给它再给它多一点点 ，OK， 给它一分半，好，我们塞好了，快点，哇，你看你的烧沙好了，对，来赶快，我喜欢这一条嘞，对，让它不规则，软壳的翘起来了，好嫩哦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再加冷的，要吃的再加冷的烧沙在上面，再一条了。对。然后再烧沙。因为有芒果的甜分哦，要记得哈、哦。马上翻。不要太久，大概一分到一分十五秒。OK， beautiful， 你看这样子。那你侧边因为有沾到这个蛋哈，所以你一定要给它蘸一下，贴锅一下。好耶！你看这道菜会让人家有赏心悦目、非常清爽的感觉。可是，一人一口。这套餐不错嘞，来给我一个盘，小的小的，小的。是。小的盘。我要这样子，来。嗯。来。这样就一套。这样子。嗯，对，两个。嗯。OK， 好了，这套餐怎样？
很棒啊。那多一点生菜，一定要配多一点生菜，这样就很完整了，这样就不用煮别的东西。是 ，OK， 我要 try 这个。好嫩哦。Good。要做虾球对不对？可是要 dry， 我今天都不腌哦。来，给我一点纸巾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给它 dry。OK， 那我们一定要记得要擦干。那因为我们要做虾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直接把它弯成球的啦，要有一点距离哈。我帮你打成。你帮我打成泥，对。好。那我还要给它配一点芒果丁，芒果块。OK， 那我们来一点盐。好，因为虾是蛮快熟的哈，那我们要盖着起来煎，所以你可以把调味料哈先调好。OK， 好，今天就不爆香蒜头哦，平常虾我们会爆香蒜头，可是你今天有看到哈，这个海虾是不腥的哈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我还帮你加点香料嘞。等一下加什么？你要加什么香料今天？我院子里有一个香料，你还没用过。是 ，Oregano。Oregano， OK， 好，我们下来咯。那我今天这个虾哈，不要让它出水哈，水珠起码要比慢跑快一点。OK， 一二三，可以，要多点。对。来点蚝油。什么蚝油？好油，你会这样吃？好 ，OK。那我们就是给它中火。那你切那个一分钟。好，如果说你的这个芒果哈，有些时候你看到有点这样子，你看，那你怕用刚才的切法会吃到一些黑黑的，在皮的附近，对不对？那你用削的。那你削的时候就会看有没有黑黑的，有没有？像这边，如果你切太薄，会有吃到一些脏东西。所以你就要这边要削厚一点。它，我觉得是它的糖花印在上面。你看它切起来，其实里面没有黑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看哦，你这样子，你要用一半，你就削一半就好了。对，又给我穿。Good， 这样也很好吃。我时间到了，我帮我切一下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 ，Beautiful， So nice， 要这样子啦，有没有像炸的？好 Q 哦，这样子就像炸的了。好，你看到我其实锅子不能用太大，用差不多就好了。那你不要炸太干，太干它会茶茶的哈。OK， 那我现在再来加黑胡椒，一点黑胡椒。OK， 然后那个 rest the salt。OK， 来，那你打成泥了哈，打好了。那我要挤一点 lemon juice。对。来一点那个枫糖 ，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哇哦，哎，我们先加一点那个 oregano， 菜啊，食材是让你哦变化不完的，变化不完的，你只要你爱玩菜，那我要有点颗粒的 mango。然后再加，他们是有加鲜奶油，有些人会加。有加鲜奶油啊？我们所以我才说要不要加点鲜奶。好了，来一点，一点点就好了。一点。Yes， 你看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吧？好吧。玩菜。我先起锅。就。怎么放？你先放。
一个人两粒。我们先来配今天那个，这个旁边要有一点锅巴，锅巴 ，OK。那锅巴这个油哈不能太不够，好不够的话它会吃油。OK， 我们现在来测一下。好，这道菜那个油起泡泡了哈，我觉得应该会大概在150度，148。会大概在150度。好，我们现在哈炸这个时间很快，用中小火。那你给我一点纸巾吧。这个哈一起来哈，马上要翻面，然后压下去，不然会翘起来。因为我们油用的不多。OK， 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差不多起来，你翻面，然后压下去。这个配海鲜应该也不错。要这样的，大概大概是148，你看要差不多马上起来，这个就对了。那油在家里哦，偶尔要炸的哈，你的油会很干净，不，那你油炸完就丢掉，就不担心有回锅油。Beautiful， 然后呢？很美。要吃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刚才那个虾要不要示范怎么吃啊？要啊，虾船，要吗？好，先看。不是中菜的，不是中菜是赖大哥啊，菜单。好了，不知不知道会在等你，加油！可以啊，加油加油！我今天也不知道在拍什么，来准备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心都不知道在哪里。对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准备好了。